第刚刚九号而已。害我那么开心，睡午觉。害我好开心。睡午觉。我阿妈跟我妹还睡午觉。拜托。Nice。安慰了。对哦，事情上的八号，那个九号躲在那个阅览室那个沙发下面，然后呢，九号就要进去，结果没那个九号就是没应该是讲警长要进去，然后就被讲了，知道？嗯，我在讲什么？然后反正票七啊，七刀的啦，哼，七刀的啦，七刀的。我都卡在大厅了。干嘛？要去了？对啊，我刚刚看到我报下任务好了。我一开始先去买饮料，然后遇到一号，然后原来是阅读信件，大厅接线。那时候七号就卡在大厅，然后爆炸响的时候在电影室有看到五三，然后后花园我没有进去，我去监控室接线，后来去急救室，急救室接完线要去出血，在餐厅遇到二号。我刚刚在那个观景台观星啊，观星到一半听到有刀声，就准备跑下去阅览室看是谁刀的，然后六号就先拍尸了。为什么六号原本呢都有说警长在那插错人了，然后死了，然后呢你还要报警，然后呢为什么你刚就一口咬定七号？会不会你才是狼？对啊，有可能。然后刚好像遇到三号还是二号，对，我在那个后花园跟监控是那个走廊那边，二号也是三号，忘记了。我这边也是有点小怀疑六号，六号刚一开始感觉讲得很急，然后讲不清楚，是不是太紧张了？刚刀完太紧张了，我真的会先票六。然后刚二号为什么没讲话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六七绝对出一栏了，我会先票六啊。
三号，你为什么说六号要按警报？当然要按啊！狼人在双刀就赢了。跳七啊，七号是狼人啊，七号面刀啦。没有啊，我是九号大鬼。我先票六了。好，票七，狼人票六。好，票七，全票七。这二号怪怪的。结果我还是一个都没招到啊！所以啦，最后招到。